粉偶像看脸，找对象看脸，人生资本论心情沉重地告诉你，找工作还是看脸，长相身高体重通通与你的收入有关，无论男女。经济学家甚至还贴心地起了两个学名，丑陋罚金和美貌溢价。看这俩扎心的名字，应该可以猜出结论，长得丑赚得少，长得好看赚得多，无论男女。不过这里有一个小转折，赚得最多的不是长得最好看的，而是长相中上的人。浙江大学郭继强等学者通过长期的统计和计算发现了这个结论，长相与收入关系的曲线很像高跟鞋。而且出乎意料的又来了，男性的高跟鞋曲线比女性的还要陡峭，也就是说相貌对收入的影响，男性要比女性来得更大。光长相好还不够，身材也得好。北京大学的潘杰等学者测算发现，男性和女性都有一个最佳就业 BMI 值，女性是 20.1， 男性是 24.7， 你符合吗？对女性而言，身材对就业的影响简单粗暴，越胖就业率越低，所以真不怪女性把减肥当终生事业，世道艰难呐。对男性来说，胖没关系，反而是太瘦会影响找工作。消瘦的男性就业率最低，瘦弱的男性不好找工作。一方面是因为这是身体不健康的标志，另一方面是因为许多男性干的是纯体力活，太瘦还真干不了。肥胖的女性不好找工作，主要就是审美偏见了。经济学家进一步分析发现，如果一个城市的女性整体偏胖，那么身材对找工作的影响就会减小。换句话说，审美观是导致身材歧视的罪魁祸首。最后，人生资本论总结一下，以貌取人绝对是一个职场潜规则。想了解更多提升自我的职场窍门，继续关注人生资本论吧。想第一时间看这么多有趣的视频和漫画，快来关注人生资本论吧。